这次的入围金穗奖。那这两部片子的调性基本上是蛮反差蛮大的，那刚好就入围今年金穗奖，蛮开心的。那也要感谢新闻局电影短片辅导金和公共电视人生剧展短片的补助，那才能顺利的完成这两部片子。那也要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，因为那几天真的是非常的忙碌，而且天后状况也不是很好，加上是小朋友的戏还有狗狗的戏在里头，所以变成说大家的的相挺，我们才能把这部片子顺利的完成。那希望大家看完这两部片子能开开心心离开戏院，谢谢大家。面胶男为什么要拍这面胶男？那基本上那也是我的人生体验啊，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山西宅男，所以我会买了很多山西用品啊，像导航啊那之类的。那有一次我去基隆，然后因为基隆很多的那个单行道嘛，那刚好我买到的那台 GPS 是真的非常亮光的，所以每次他叫我左转的时候，我左转过去他就发现是单行道，然后叫我右转又是单行道，所以变成说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题材啊，我就觉得那把它浓缩在一个黑色喜剧里面，那应该是会很有趣的一个题材，所以才有面交人这样的一个剧本。